去年已经低调同白激富三代男友施柏雄举行证婚仪式的吴千语，即将在八月份在欧洲举行婚礼。而最近他就上载了开箱婚礼伴手礼的短片，单单是礼物盒就已经很高贵了，入面多款礼品都是他喜欢用的名牌嘢，而且还有写给宾客的卡片，相当之有心思啊。由开箱片可以见到，婚礼伴手礼的礼物盒设计相当之有质感，用绿色印花纹为主，之后中间丝带花的位置再拉起中间玫瑰花纸板，有一张感谢卡，相当之有心思。之后拉开下层的位置就是装满各大品牌的产品了，入面还有一张他们的婚照。